Hello，你好。今天呢，我老爹派给我一个任务，就是把他去年采的那个灵芝拿下山卖掉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那个灵芝。他们这些，然后我已经把它全都倒了出来，然后捡了一下，发现这些一点卖相都没有，不知道能不能卖得出去。这是我捡出来的个头比较大的，这是我捡出来的，看着还不错的。当然，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现在我来试吃一下这个灵芝，因为我刚才在网上看到有人吃这个东西，这儿我刚才已经咬了一口了，但是没有拍好，所以我准备再吃一次。它上面还有，这下面是木头，这上面还有一层皮，接住就能揭下来。看一下这个皮。这个皮表面它苦得很，哇，太苦了，哇，下面这一层尝一下。哇，比上一层更苦了。受不了了，要吐了，苦死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